就算是要自己掏钱，我也要弄出一个可以让大家坐在一起聊聊天的一个活动。这四十年很大的变化，他从一个商业，就是纯粹理想性，只是一群有理想的工程师在做的事情，而开始变得一个，转变为一个社会大众都能接受的事。在台湾，越来越多人都关心很多的社会议题。那其实，在讨论社会议题的当中呢，如果能够有深厚的知识基础，大家的讨论可以比较理性，甚至可以比较周延一点。分享的概念其实就是透过这些，让大家应该要知道的知识被真的找到。这个世界不是政府给你的，不是哪一个政客说有什么政策以后，他就能够往那么美好的方向走。那我相信，蛮多人可能都跟我差不多，在社群里面，在 Costco 里面学到很多东西，然后也交到很多朋友。希望呢，可以建构出一个透明的平台，那还有一些采样的设备。接触了之后，让大家认识 Open Source 啊，或者是让它能够在你的工作上更有帮助。你在这个圈子里面，你总是会找得到可以跟你一起合作的朋友。你做硬体的，做软体的，做硬体的你真的找不到的，你还有一个在学校里教书的宅社夫，好，又宅又社的家伙，好。那你做软体的，或者说是要搞一些奇奇怪怪东西的，你真的找不到的人，还有一票人叫做居零一，好。你如果真的自己有心想要学一些不同的，想要玩一些奇怪的玩具的话，就用力跳进来，就是用力跳进来，只有这一句话。你不跳进来，你没有办法看到另外一个不一样的世界。